女子甲组四乘四百米接力初赛第一次召集。决赛名单宣读。女子甲组200米决赛名单更正。第一线陈慈欣、邓佩琼。第二线曾婉婷、卢钢婷。第三线常安怡、天水围长道。第四线司徒佩琪、依足斗生会。第五线邓学贤、郭一伟。第六线蔡静婷、佛教茂公。第七线曹伟南。第二线谭嘉琪，天水围长道。